山林，秋上湖上，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。接待生命，秋上湖上，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Thank you.
狗狗好可爱哦。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。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决定锁。
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，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